张机票将 Rachel 送回缅甸。除了花600元买机票，以及损失之前的3000元中介费，凯本还得另外支付4000元的旅行费用，当中包括保险、隔离住宿、押金和中介手续费等费用。这对独自抚养孩子的家庭来说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，此刻手机不离手的女佣，可能在雇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。经营另一段人生。艾莎一家四口在2020年底移居新加坡，两个月后聘请了一名印尼女佣。因为第一次见面就觉得我好善良，就是眼神很纯真，我也没有其他的别的，好多其他。使用手机聊天，尤其沉迷于一个恋爱配对网络游戏。有一天，大概工作了一个月不到，我的作息就是10点半左右。然后我就出来，然后拿到了发奖，结果我就在我的那个走廊过道闻到一股很浓的香味。留下与众不同的一面。